刚才采访完了痛苦的新阳乐队，现在我们来采访，现在我们来采访，现在我们来采访，武汉的生命之灵乐队的主唱吴伟同志，我们先请吴伟同志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原生命之灵的乐队的主唱吴伟。我们现在有一个决定，就是要通过这次采访告诉大家，生命之笔已经改名为 SMZB。简单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吴伟，为什么要剪鸡冠头？鸡冠头，我觉得蛮说的，我觉得蛮好看，我觉得蛮好看，可能有人觉得不看不习惯吧。有人，我第一次剪鸡冠头的时候，从一个妇女身边走过，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的在我身后偷了。我希望看到更多的这种效果，反正在中国，可能剪鸡冠头能够引起效果就是这样的吧。不过我想以后，我想看到更多人剪鸡冠头，这并不是一种时尚，也不是标榜模式，它是。想告诉你们，每个年轻人都可以做你们任何的想做的事情，包括你穿的衣服或怎么样，不用在意别个怎么看你，包括发型，包括你的衣服，包括你的任何的想做的事情，你都可以找个做，这是最重要的。鸡冠头有时候我想剪都剪，因为我已经剪了三次了。我有时候我剃过那样的发型，我只要觉得我想剪没发型，我只想修个剪，其实无所谓。可能这剪鸡冠头，我觉得小弟啊，我可能也会换个别的发型。反正总的来说，这个发型服装无所谓。就像我们有个歌名叫 Punk in your brain， 不要在乎你衣着，不要在乎你的工作，朋友在你脑里面，在你心里面。生命之灵是一支朋克乐队，对于在武汉出现了朋克，是什么时候的事？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发展下去的？我们相信武汉的朋克元老吴伟同志来帮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回答，那就五十几分钟的感觉。武汉朋克的，应该说从97年吧，从97年我们回到武汉以后，走进了生命之病。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这些朋友并没得蛮深的了解，也没听过我是。国外的朋克乐队的歌，如果也应该说是当时接触也就是涅槃和行走箱吧，因为行走箱在个大个 C 大个 C 里面可以买得到，但是最老的朋克乐队了解反正也就是行走箱。到后来我有个朋友，他到美国去上学吧。然后97年走的，然后经常给我寄一些国外的、地下的、一些美国的、欧洲的一些朋克乐队的 CD 磁带。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对朋克有一定的了解。反正各种样的风格都有，因为朋克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风格，当时我们都不是蛮清楚，和经常从他寄的一些资料里面慢慢也都了解。慢慢的，周围一些朋友陆续的做了一些自家乐队，就这样，简单说吧，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对于今天演出，我想请问，吴伟，他有什么感受？感受肯定是有的。其实，不管作为生命之病还是 SMZB， 就是我在台上演出已经有差不多半年了吧。但是刚回到武汉，这个样子演出，我们主要是想。剪练以后，这个样子，这两个多星期排练的结果吧，一个是我乐队对歌的熟悉程度和对舞台的适应程度，因为我们已经蛮长时间没演出了，像
找啥子感觉吧。反正其实我觉得小五还可以，我演这个就自我感觉还良好，就是印象小五不是蛮怎么说的，差强人意吧。设备毕竟有限，但是我想慢慢会好的，因为我一直在跟巨灵商量这个事情，应该会越来越好。还稳不稳啊？我想请问五位同志，对于武汉本土兴起来的一些年轻乐队和一些爱摇滚、爱朋克，或者爱各种音乐风格的摇滚青年，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和也同时对他们抱有着什么样的期望？刚回到武汉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新面孔，很多新的年轻人都不认得，但是我很高兴。我觉得现在心里有的感觉，我感觉还不错，因为怎么说，因为他们现在听的东西，他们接受到的一种东西比我们当时接受的实际上要当时比较比我们年轻的多，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就像国外一样的，很多人都是从十几岁甚至从小学初中都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其实我觉得在武汉，包括乐队也包括那些歌迷吧，摇滚听众吧，他们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他们不能够从媒体或者从一些资讯上面更多的了解一些不管是什么风格的乐队，这个一点是非常遗憾的。仅仅是从一些大哥 CD 里面找取一些自个喜爱的乐队，实际上中国媒体包括听众真正对摇滚乐或者朋克乐有一定了解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少。只不过这也没得关系，我们现在做的也就是宣传这些东西，告诉更多的人什么叫朋克乐，表达自个的想法。看到我现在看到越来越多人，反正我觉得观众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点我蛮高兴。我想以后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更多的也会越来越多人了解朋克音乐。反正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些人，反正有一些观众吧，他们可能喜爱朋克音乐，但是我觉得他们对朋克音乐了解还是非常非常不够。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希望这些乐迷对朋友有比较深的认识吧，就这一点还是很困难的，但我会努力。我离开武汉时已经有半年了，我们武汉的观众非常的想念他，这次他回来，我想请问一下他在北京那半年中的生活状况和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半年也只是让去年可能有半年，其实我每年都会有半年陆陆续续有半年在北京嘛，每年都有这么一段时间在外地，因为我实在是不能忍受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的时间。这个半年我觉得是从1995年开始去北京以后，这个半年是过得最舒坦的吧，因为居的地方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然后环境非常好，然后衣食无忧，只不过一直没有排练，因为有的需要一些心理变动，然后反正过得很舒服吧，也写了一些新歌，就是需要时间来排，然后也希望以后的演曲能够让大家听到。啊，真的就是谢谢五位同志接受我们采访，就这样，谢谢，再见，干杯。